发球的那个1.15米。好杀票，发球只要求你，只要你不超过1.15米，那就绝对没有问题。就是你发生个花也没关系。叫什么名字？抖音直播的。小时候的。体育可以播，中国体育有版权。抢了，这两个位置可以补一下。是的，小幽默，是第二站吧？是的。大比分，中国2-1领先韩国。我感觉这女生打得还行，还挺好看的。前面几分有点枯燥，因为大多拍。至少刘胜书杀死这一局杀死了很多，很耐心，不急不躁，但是还是有一个假动作把自己给漂亮。昨天确实没打好，他心里自己也知道没打好，小姑娘很沮丧。很耐心，对，对，往前赶放，轮转，好，滑板一个漂亮，分工很明确，你得往前敢做假动作的，基本上，尤其是对这种水平比较高的运动员来讲，就更不好发挥了。一会儿没看怎么赢了，就不能赢吗？小心韩国队反扑。哈，韩宁淘气，不惜带小队员们来打。旁边已经在摆这个，已经在做这个颁奖的礼台。
超了。哎呦哇，你个去，我的眼。小瘦小瘦没关系。我们在线直播间有4.99万人啊，有50000人在线啊，谢谢，不是太官方了。不想看回合。谢谢小冰雨啊，谢谢飘雪。好、oh. 好。对，总是闪退，你重新下载一下软件啊。抓饭新来的技术团队在慢慢的修复这个软件的 bug。好球，抓饭赚钱的手段。下载以后再重启一下手机，谢谢飘雪。好好好，飘怎么拉伸我不知道哎。好，现在特惠入口，你要从下面的分类进啊。雨度在哪看商城？鲁莽的朋友圈。李昌，明天也会上场的啊。我一年满十件，谢谢我们家小赞。明天几点开始？一点半。那我咋买不了？不是很明显，还是挺吓人的。好、oh.。我的朋友圈。这球我比较擅长。杀死。901，一会儿这场球结束以后加龙宝的微信就购买就行了，啊，你们不买也没关系啊，票。哪个像大妈呀？没有长得像大妈的呀。所以说有时候说就是泼冷水啊，就一定要泼冷水给你们。
不能够说因为赢了这场球他们两个就无限的高了，那也不对，也不对啊，不然呢下一次又被喷的，又喷的被喷的更惨。聪明，别骂别捧，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黑色鞋子的是郑大恩啊，你们连李少熙都不认识吗？赢不了我就把话筒给吃了他。希望未来更好，希望未来更好，一场球不能代表什么。